是急了点儿，可是呢，我们老年人的心情你也得理解。就是电话里突然一听到吧，觉得有点突然。你心里怎么想的呢？就直接跟阿姨说，也别不好意思。下聘礼啊，是按我们这儿的风俗呢，还是按你们老家的？跟你爸妈商量商量，钱阿姨都给你准备好了。那个聘礼倒无所谓，就是我突然一听到登记，我心里有点适应不过来。我明白，阿姨呢是过来的人，你的心情我当然理解了。其实啊，这事儿一完了你就知道了，没多大事儿，就跟上食堂打饭似的，啪啪，盖章，让我发俩大红本，接着走人，下一个。就是我在路上的时候，我也想来着。其实一想通了，真的也觉得没什么事儿。这户口本儿，户口本儿不在我这边，在老家呢，我得回去取啊。啊，那什么，儿子，那赶紧的，明天放江宁假，打张飞机票，让他回老家一趟。这我不敢保证啊。现在眼看就元旦了，机票那么紧张，怎么弄啊？谢大经理，这么点屁事儿你都办不成啊！哎呀，行，我去办，哎，他给你办啊！这炒菜啊，要讲究个火候，色香味俱全啊！哎，老乔啊！哎呀，老谢，这会儿没工夫跟你下棋，我在教徒弟呢。谁跟你下棋呀？我老伴说了，你这酱肘子不错，叫我带俩回去。是吗？啊，俩酱肘子打包。哎，来来来，你来。我说老弟啊，看你心情不错啊，是不是又碰上什么喜事了？哎，真有喜事，过一天呢，请你吃喜糖。上回说话没几天，怎么就这么快呀？先得个计吧。等新房下来以后再操办。哎，我这肘子怎么着了？哎，肘子好了。哎，回见啊。那我送送你。哎，哎，送什么呀？来来来，送。嗨，你快带徒弟吧，你看。没事，哎，别来，说。哎，买单哈。哎，不用。哎，别那么。这是我送给嫂子的。哎呀，行了。哎，好，谢谢。谢谢光临，请慢走。坐好啊。明君，我得跟你说个事儿。那我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了。拖一天是一天吧，都怪这柚子。哎，你说他怎么就这么狠呢？哎，他不是乐意倒贴吗？要不你就甭管我这正房了，纳个妾得。哎呦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开玩笑？哦，合着到后来弄不过去了，啊，您老人家是拍拍屁股走了，留我一人是怎么收拾这烂摊子？我早就提醒过你，非不听。哎，我这儿正烦着呢啊，你别老烦我了，行不行？这干嘛去？我还烦着呢，郝阿姨都跟我打两次电话了，不知道找我有什么事儿。哎呦，你怎么那么费劲啊？有这么难吗？啊？你牙都这样了，还吃什么零食啊？走了啊。哎，这跟我这牙有什么关系？爹，我，暴脾气。听说你和谢一凡要登记结婚了，有这事没？
所以呢，正想让人帮我出主意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要不跟他们摊牌了？哎呦，你这事儿啊也够麻烦的，摊牌也不是事儿啊。老两口那么兴致勃勃的，要知道了真实情况，不伤心死了？哎，所以啊，谢一涵头发都愁白了。夸张了吧，头发都白了。事情到了什么程度了？他爸爸妈妈以为我回老家了，拿了户口本就能回来了。那过两天就说户口本没拿回来不就得了吗？我也想过了，可是现在两位老人陷得太深了，这根本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哎呦，哎，有办法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不是户口本没拿回来吗？这就有了一个缓冲的机会。你呀，扮演一回坏女孩，让他们啊主动排斥你，觉得你不靠谱，他们就自己主动提出来说你这个人不行，这样会不会对他们的伤害轻一点呢？阿姨，这是个好办法。哎呦，看把你高兴的，赶紧给谢一涵打个电话问问他这办法行不行，让他长长记性，先不告诉他。大刚牙，大刚牙，谢经理，机票订好了。我这头发都愁白了，你还拿我开玩笑啊？有没有人性啊你？哎，那要不这样得了呗，就干脆让我回去一趟，反正我也好长时间没有看到我爸妈了，算趟公差呗，好不好？行，你真行啊，都这当口了你还拿我拱火？你炸了桶啊，一点就炸，想好的办法不告诉你了。哎，真的有办法。嘿呦，哎，你别说啊，这姜还是老的辣，老邻居阿姨还真有两把刷子。你看，活过来了吧？那是，我这心里甭提多敞亮了。哎，真是这大恩大德无以回报。这么着，等这事儿摆平了啊，无论从精神到肉体，你瞧好哪样，你拿哪样。人还没活过来呢，你这张破嘴就先活过来了。走，咱这就回家。哎呦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么些年了，我头一回见着我妈这么有底气。啥样？江江，累了吧？快进屋歇会儿。哎呦，这土！户口本没拿到，我爸妈说双方家长没有见过面，这样太草率了。那行，快坐那歇会儿，坐那歇会儿。哎，没带来就算了。等下回你爹你妈来的时候，一块烧了就得了。娘娘，我觉得吧，你爹妈那观念呐，得好好改改。你说现在都什么年代，恋爱自由，婚姻自主，你说都提倡多少年了，怎么就那么不深入人心呢？要依我说吧，这结婚呐，是年轻人自个儿的事儿，这当爹妈的只能建议，绝对不能干涉，要不然那不又回到旧社会了吗？啊！哎呦妈！哎，那您这会儿跟我说这话了，那当初怎么不是这么说的啊？对，走，跟我做饭去。嗯，那什么，你给江江弄个苹果吃。哎，好。真下不去这个手。不是，哎，现在可不光是为了我这一家幸福，那不也为你好吗？就算我求求你了啊！哎，来干点什么？这儿待着。
我以为干做事说错话呢。啊？你说怎么着？你还没说错话呢？什么叫这回户口本没拿来吓唬咱了？下回什么时候？我告诉你，就会坏事。行了，下回注意。赶紧拿碗，拿筷子。哦。这暖气呀都烫手了，这空调啊都开在头了，还行。是，你看我这脑袋直冒汗，你是吧？我手都伸不出来。你跟我来。啊！来，快点儿。哎。娘娘，暖和了吧？啊，来，吃饭，来，吃啊，一大锅的。嗯，这么肥，我不爱吃。那不爱吃，吃这个。来，吃这个。这个我不喜欢吃。哎，这个。吃。看好哪块你就加，别老扒来扒去的。干嘛呀你？还那么大会儿？那出去吃得了。千万别，这回来第一顿饭呢，怎么也得在家吃啊。主要是不合我胃口。那什么，那就吃点白米饭。哪年的米啊？身体不舒服吧？哎呦，要我说呀，都是这两天车马劳顿给折腾的。儿子，带他上你那屋歇会儿去，啊？哎。江江，要不然到我屋歇会儿。哎，这五笔确实比拼音快嘛啊！那是啊，我这可快着呢啊！妈，你快点说，接着说。嗯啊，接下来一段我是引用米兰昆德拉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》里的一段话啊。嗯。生活是一次性消失的，还是无限循环的？倘若永劫，回归是确然的。生命的每一秒都有无数次的重复。那哎，妈，你甭念了，这个是不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呀？嗯，这个现在特简单。你看这样啊，咱们先上网，然后呢查到这篇小说《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》，然后摁 Ctrl+C，Ctrl+V。哎，怎么样？你看，粘上了吧？
我就说嘛，什么事情啊都得动脑筋，可不能像有些人那样，就知道傻乎乎的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敲。你最行，最聪明，行了吧？怎么没了？怎么了？你刚才没保存啊？哎呀，我还没来得及嘛。哎呀，那江江前两天打的也全都丢了。嗯，那可能是吧。哎呀，你真是的，越帮越忙了。行了。哎，只好让他重新再打吧。哎，不是，摆个瘦脸给谁看呢你？啊，现在长脾气了，开始说要扔筷子。我是无缘无故的，爱怎么着吗？啊，他这还没过门呢，他就这么着，那姐姐将来还不定怎么着呢。谁没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啊？他没拿来户口本，你以为他心里舒坦呢？哎，没准儿啊，赶上那几天了，女人的事儿你也不是不知道。他再爱怎么着，大面上也得过得去吧。行了吧你，跟老娘们似的叨叨叨叨叨叨起来没完。你儿子都多大了？你不想抱孙子了？反正往后啊，他要再爱这么着啊，我就不跟他们住在一块儿。你愿意住，你跟他们住去。你不住一块儿，你住哪儿去？住天桥底下去？我还告诉你，这天底下有不是的爹妈，没有不是的子女，连这点度量都没有啊！哼，趁早歇了吧你啊。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我觉得我已经够过分的了。你妈倒好，比忍者神龟还能忍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妈还变形金刚呢。哎，你想这想的挺快的，你赶紧想个办法。不是，这回真没什么好办啊。哎，哎，我有主意了。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这回呀，我呢就扮演一回现代版的陈世美，您呢就是一秦香莲，正好把柚子也利用上，让他死都没想到，他还帮了咱的忙。这办法好。你是美了，当回受害者，那全国人民都同情你。哎，我可惨喽，我得在我妈那儿啊，至少要脱三层皮。你脱三层皮总比你妈脱三层皮好吧？也是，也只能这样，谁让咱是个大孝子呢？哎，那这样吧，我先回郝阿姨那里去，然后呢，你就好好准备，准备好了你通知我，我好准备出我的档期。妈，还档期？你以为你拍电视剧呢？不是，你演陈世美是本色演出，我不行，我得回去背台词儿。行行，少来吧。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贫了，行行行，赶紧回去，赶紧回去。你在家好好写剧本啊。陈世美，我恨你。哎，你这贫嘴大丫头，你跟谁学的呀你？阿姨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来来来，我跟你说事儿。刚才啊，订机票的地方打电话来说机票的事儿了。要送 Peter 回美国吗？小七也没招啊， Peter 上学的事儿不能拖。小七哥是把 Peter 先送过去，然后再回来是吗？甭管他是怎么打算的，咱们啊先把事情办好。这样，你明天先回老家一次，把你们家的户口本拿来。我呀，非让他跟你把婚结了不可。就这么几天，他肯定更不会答应了。要的就是时间短，时间一长，我的招就不灵了。
您还有什么招啊？就别管了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赶紧把户口本给我拿来，越快越好。哦，哎，那鸟您帮我照顾一下，一天三次，每次不能喂太多了。哎呦，在你这儿，鸟比什么都重要是吗？啊，行了，快回去啊，先去准备准备，我去看看皮特。喂，大钢牙，啊，这么快就要回去啊？你台词都编好了吗？真服了你了。太夫人、王太后，咱们还得去接去。那你说啊，一会儿不许给我摆那什么臭脸子。他们俩的事要因为你黄了，我也不跟你过。我这还惦着当爷爷呢，那不好。还得先装孙子，装也得装，不装也得装，听明？呀啊！佳佳来了，哎呦，中午那饭那不可口，这回啊，我给你准备的火锅，你不爱吃羊肉，我敬你羊肉啊！芝麻酱佐料还是爱吃香油的，嗯，香菜末，啊，葱、香葱，还有那个什么，糖蒜。全都给你预备齐了，还有什么冻豆腐？就帅这个，真帅啊！这我妈5块钱买的，看，哎，你摔的时候注意点别的，别碰坏别的东西啊。听我解释，我真跟这女的没关系。什么叫没关系啊？啊，什么叫没关系？有关系就晚了。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为什么你短信删了啊？通话记录还留着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几点钟给你打电话呀？他半夜三更给你打电话干嘛呀？他，你不是说你陪你爸妈去了吗？你半夜三更你到哪儿去了？你要说清楚，你要说。别生气啊，姑娘，别生气啊！别追去，追去！哎，先生，别打！将军，哟，将军好孩子，将军，将军。心想我那古董，你说摔了。没事。妈，您能不能把我的护照和证件都还给我呀？妈，您别想用以前的招对付我。你现在翅膀硬了，能耐了是吧？你老是这样，我给您跪下的心都有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不同意这件事儿，甭想让我吃一口饭。这儿吗？还疼啊？哦，没事。哎呦，我妈就是给了我一大耳贴子。哎呦，这是亲妈吗？下手够狠的。没事儿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到了机场呢，你就拿着身份证直接到柜台办手续，我就不下车送你了啊。嗯。给我省点停车费。行，我已经很感谢你了。哎呀，你呀，现在是前途一片光明，嗯，以后发达了啊，别忘了我这个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。行。
去了。喂，请问，这是三体天使公司吗？啊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他这两天请病假了。哎，他一回来，我就让他给您打电话啊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妈，我给客户打电话，您都听见了。我跟人家都得说，江江这两天请病假了。他正在气头上，他肯定不接你电话呀。你让别人跟他联系。我都跟您说了多少回了，那现在所有的人都跟他联系不上，那你赶紧找他去啊！这么大一城市，您让我哪儿找去啊？你行，你真行。哎呀妈，不是您要做的什么时候啊？江江什么时候来，我什么时候走。哎呦，我妈，您先回去吧。您在这儿一坐，我都没法工作了啊！没法工作就不工作，反正这公司你说了算。行行行行，都说这家丑不可外扬，您可倒好，往这儿这么一出，那外面那么些个同事怎么看我呀？您这不是成心让我难堪吗？没事儿，江江啊，让他冷静冷静，过个一两天呀，他肯定回来。那江江回来，你跪着认错，你都得认。哎，行行行，我跪，我跪，您放心了吧？我不放心，说你闹腾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憋着把我气死是怎么着？哎呦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妈，我该死，我不是个东西，行了吗？哎，怎么着？您先回去，家里没人做饭，回头再把我爸给饿着。嗯，饿不着他。我都给他留吃的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这一提醒吧，我还真有点饿了。哎，那好啊，那我开车送您回去，咱们回家做饭啊。别别别别！哎，我带着呢。哎呦喂！哎，儿子，你饿不饿？咱娘俩一块儿吃。我吃得下去吗？我吃不下去啊。吃不下去，妈给你吃了啊！妈，你就吃点东西吧，都一天没吃了，小心饿坏身体。干嘛呀这是？哎呀，可不是嘛，还不是自己的身子骨要紧。啊，哎，你快尝尝，这是我亲自下厨给你做的，你特爱吃的红烧狮子头。甭劝我，没用。你看见，啊，非得跟自己的身子骨过不去干什么呀？哎，小琪跟江江的事也不是你一句话就能定下来的，还不是得慢慢来嘛。我定不下来，你就能定下来啊？老乔，我们家的事儿，现在还没你什么事儿。哎，这妈，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啊！乔叔都是为了你好，我用不着你们关心。真要孝顺我，就答应了和江江的事儿。妈，您能不能替我想想，不要那么自私好吗？我自私，我怎么就不替你想了啊？从小到大，我什么事情不替你想了？你到美国去读书，一年花多少钱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的工资是多少？哼，那些钱还要除以八。现在你有出息了啊，发达了，把过去的事情全忘了。我还不关心你，我还自私，我就是因为看你在美国工作生活这么辛苦，希望有个关心你、照顾你的人在你身边。江江人又朴实又能干，心地又善良，对你儿子又好，怎么就不行了？妈，我知道啊，你把我拉扯大不容易，
您的恩情我都记着，所以说，你看我现在好了之后，我不是给你买了这么一个大别墅吗？我也算是做儿子一番孝心。妈，我不是跟你说钱的事儿啊，我是一个心意的问题。那你老是拿这个什么抚养我怎么样，这话来说，我觉得这不是像母子之间的感情了吗？您知道吗？再说了，爱情这个事情，我不能说别人喜欢我对我好，我就要娶她。那最重要的是，我喜不喜欢她？ 接你打那么多遍有什么用啊？早就跟您说过了，这人不靠谱，现在好了吧？人家走了，连个信儿都没给你留。哎，柚子，啊，哎，我看人家不是不接电话，说不定手机没电，关机了呢。哎，你知道他现在住哪儿啊？他还能住哪儿啊？住郝明君家呗。 要不，你给他家打个电话问问，他到底上哪儿了？是你哭着喊着要找他，要打你自己打。我要是能打，还用得着你吗？那我就爱莫能助了，是你说的，不让我跟他们家来往的。喂。喂。啊啊啊！ 啊，飞机晚点了是吧？哎呦，李老板，咱说好了，这头一站一定得来我这儿啊！哎，我就安排好了啊，我为您啊接风洗尘。什么李老板乱七八糟的？我是江江。哎呀，不是，我妈在我这儿呢，愁死我了。哦，你也是啊，手机怎么一直关着机？ 哎呦，你别提了，昨天晚上还没有到家呢，手机就让人偷走了。手机被偷了？哎，没事儿，就为你们家乡人民提意见惹的，做点贡献。哎，你可真疼啊，一个月不到就换俩手机。你少说风凉话了。哎，你回来以后啊，千万别到公司来，回头让我妈逮着，这咱俩人的后面的幸福生活可就泡汤喽。 那我不能拿这户口本直接去明君阿姨那儿吧？我不管，反正你刚刚说第一站去你那儿，你给我接风洗尘。这还没过门呢啊！你开始耍小媳妇脾气。行，你就评吧。等我去了美国，你也没机会评了。行，我先挂了啊。哎哎，你妈的脾气你也知道啊，谁能拧得过她？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。 那你就给他个台阶下，你先答应他，别把他身体给弄坏了。乔叔，您现在能理解我的感受了吧？我只不过就是想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，你说为什么那么难？你的痛苦我能理解，可在这世界上身不由己的事多了去了，你能怎么样？乔叔，谢谢你的理解。 完全能够理解，简直是感同身受。嗯，教授啊，是这样的，其实你跟我妈的事情呢，我也不是完全不同意，我只是觉得吧。行了，先不说这个了啊，先把你妈吃饭的问题先解决了。要实在不行的话，要不我先答应她，等江江回来了。 再做考虑，你觉得呢？Peter，过来吃饭。奶奶不吃，我也不吃。开门！奶奶，是我，Peter。Peter，快！哎呦，我饿死了，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？等等等，可不可？
小榛子啊，好吃。我去看看。藏起来，藏起来啊。妈，不错嘛，我答应你了，吃饭吧。好，吃饭。吃完饭到商场，给建家买个戒指。好。蒂特，吃饭。瞧，做什么好吃的啦？烧狮子头，狮子头。哎呀，快快快，我饿坏了。来来来，这里。好。哎，可琪，吃饭。爸爸，吃饭。进来，阿姨好。哎，谢谢你。哎哎哎，来，咱们出去好。经理，下班了。啊，行行行，你们走你们的，你们走你们的啊，明儿见啊。好的，好的。经理再见。谢经理，宁阿姨还不走啊？我加班，你知道吗？行行，没你事，你赶紧回去吧啊。这个倒好啊，现在弄得全公司上下的人都知道，本经理带着老妈来上班。知道了又怎么着啊？农村妇女撒泼打滚那招我用了吗？你妈给你丢脸了是怎么着啊？没有，这都到了下班的点了，那您该回去了吧？哎，对了，你说这江江老是关机，不会是手机让人给偷走了吧？哎呦，您还有什么没想到的可能性？您一气儿都说了得了。对了，他们老家的电话你肯定知道，打电话问问。我怎么能有人家老家电话呀？嘿，这都谈婚论嫁了，你不会跟他爹妈都没通过话吧？啊，他通过一两回，那也是用江江手机打的呀。再说了，人家父母都说的是方言，我也听不懂啊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你不是也下班了吗？你带着我呀上江江住那地儿，我上门口堵他去。哎呦，我说妈，您非得把人家逼得连家都回不了啊？我说您就别跟着瞎掺和了，本来有点希望的事儿，您这么一搅和，回头再收不了场啊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你说的有点道理，让他一人冷静冷静啊也好。哎，就是就是。得，我明天再来。哎呀，啊！坏了！哎，怎么了？你一惊一乍的，这是？你说，江江不会为这事儿想不开吧？哎呦喂，你就别胡思乱想了，你起来。嘿，你自个儿的闺女要受这么大委屈，你一点都不担心的？这我担心有什么用啊？哟，你就没心没肺了。告诉你啊，明天上儿子那儿给我守着去。好好，我守着去。报告，可以睡觉了吧？来。哎。Thank you.
等在这里，怕你回头时只看见风景，想和你说说天气，一个人的对白有些孤寂，无力挣扎，剩下尴尬，错乱的情绪已将我封杀，不知一切怎么继续，也许只有等待天意，可能很傻，傻得迫不得已。你的世界就在我隔壁，我看得到却进不去，你红颜莫悲喜，沉默当主机，我不声不响也不言语，你的世界就在我隔壁，我看得到却进不去，你的眼神游离，落在空空天际，我守在原地享受你的气息。只有等。